我今天来有件事情要请教你。请教不敢当，你有什么话就说吧。嗯，洛菲斯投资会马上要开始了，想问问你，集训有没有机会胜出？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，如果我说了，就是违反公司纪律。 和商业道德，这是在家里，又不是在公司，有什么话不能说呢？<笑>那好，我换个说法啊，你是投资的专家，从专业角度，我想帮金城咨询一下，集训能不能赢？ 捷讯现在捆绑的运营商，他的盈利模式看起来非常好。你觉得捷讯很有前途，洛菲斯会接受这个项目，对吧？这件事情啊，追溯到开始，金正是因为你批评他无所事事，才刺激他干这事儿。哼，我是又高兴又害怕的。 我很感激你，没有你，金城不会做捷讯的。其实我并不看好捷讯的前途。他的对手是移动互联网，免费、便捷，而捷讯还是基于通讯基站的服务，这是一个老的套路，所以我不认为它有长远的发展。移动互联网是个新兴的产物。 它可能没有你们想象的发展那么快，会比您想象的快。运营商是国企，会有更大的优势。市场竞争下，不分国企和私企。但那是金城的心血。那不是他的心血，是他剽窃了别人的心血。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有一次，我把魔晶的项目计划书落在了金城那儿。 重申一下纪律：第一，不许说出我们的地址；第二，不许谈论任何有关魔镜的事儿。我知道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去刚刚咖啡找过你，没找到。我们搬了。搬到哪儿去了？我们也是刚搬到这儿，现在我也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儿。 是这样，洛菲斯通知要谈投资了，我想跟你商量商量。哦，你说吧。你现在硬盘都毁了，你怎么打算的？从头开始吧。案子那边怎么样了？公安局那边有什么进展吗？还没有。我们就是打算从头开始。 而且洛菲斯的投资会，我们肯定也是赶不上了，所以祝你成功。先这样，拜拜。罗维的。 已经对你起戒心了。纳兰清清楚楚地告诉我，魔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
纳兰在诈你。他隐瞒回来，除了重新开始，他别无选择。我们是有约定的，如果魔晶毁不掉，我给你的钱，你得给我吐出来。我说的对吧？下周的投资会就能见分晓了。如果你兄弟的项目还在上面活蹦乱跳，你就是在耍我。我最恨别人耍我了。没有人耍你。下周见了。你说我叫不叫他吃饭、啊？别叫了，让他睡会儿。写愤怒程序太累了。按照原来那个弄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就你，出幺蛾子，一头牛跟着你也得累出口蹄疫。他辛苦你就心疼，我也辛苦啊。你是老板呀、啊，你辛苦你活该。行，等将来你挣着钱，你记着今天你说的话。我记着。我现在就盼着这事儿赶紧结束，我想都没想过挣钱。从西藏一回来我就知道肯定完蛋，果然不出所料吧。咱们一个好觉没睡，我天天就吃这个，瞧把我们杜克累的。起来起来。你这情绪很反常啊。这种红旗还能打多久的反动论调不许再说了，影响士气。需保证不得有非限制性及不道德之内容结构，什么意思啊？苹果商店刚发来的合同，我们刚打印出来，翻译体不都这样？进入苹果商店，它是无差别下载，你必须保证无淫秽色情内容。那这条你画红线的什么意思啊？依照下载量决定推荐名次。就是你下载量越大，名次越靠前。简单说，就是苹果商店把不把咱们放在首页上？那不放在首页，哪来的下载量？哪来的推荐呀？这不自相矛盾吗？就好比让你在精神病院证明你自己不是精神病人，你越说人家越不信呢。没有下载量，没有推荐，那你永远被压在底下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你那一说你就窜，我们这不是商量的吗？那人家胡油怎么上的首页？人家是花钱的，人家硬广，咱能比吗？我不管啊，我一定要拿到洛佩斯的投资。我都一个月没睡好了，我现在牛也吹出去了。洛佩斯也好，运营商也好，反正这次要是搞砸了，我让人看了笑话，我还有脸出这个门吗？你剽窃魔镜的事儿为什么不跟我说啊？
再三问你，这个项目是谁的创意？遮遮掩掩就是不让我见。原来是你心中有鬼啊！还有你，两次袭击魔晶，怎么回事啊？还敢拿车撞人？不是说了吗？不能再干这种脏事。我不在乎钱，值得为这事损失这么多吗？爸，您不知道，这不光是钱的事儿。还有什么事儿？我都没脸说，来，您自己看看。这是郭新年写的策划书，您好好看看，这是策划书还是写给纳兰的情书？我那还有录音呢，邓肉麻，想听吗？说实话，我真的不在乎什么像不像，剽窃就剽窃了，他能怎么着啊？我现在就想弄死他，我让他翻出浪来，那我还不如死了呢。这，老爷，这两件事不怪少爷，都是我的。给彭学武打电话，他不是想见我吗？是。小马，已经达到90万了，正常。你想象一下，有90万个人在同时使用蜉蝣，这是什么场面？今天我们一定能够达到100万的用户。等我有了100万，我就不愁1000万。等我达到1000万的时候，我就会去做上10条、50米长的条幅。我用直升机拉，我雇上一整个直升机群，飞越这座城市的山。我昨天晚上做梦，梦到我妈了，我想回家看看。不用担心郭新年，他们的东西就算再厉害，就算他们是神兵天将，他们不是还没上线的吗？他们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。放心，罗维。你说我们如果早一点结婚，现在孩子是不是已经上幼儿园了？如果 A 轮估值20个亿，那我算洛菲斯投资20%，那就是4个亿。4个亿，然后我就启动 B 轮放大200%，哎，那是很保守的估计啊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再引入10%的融资，6个亿的现金，6个亿的盘子上市，上市我就90块钱起跳。等到那个时候，我再收购一批老牌的 IT 公司，什么响啊，什么成啊，什么通啊，我让全世界的什么 Alex、Michael、Charlie， 全世界人民都为我们来打工，都为温迪打工。时间长了不吃还真香，您口真重。我是一直都想去看望您，实在是太忙了，真是没时间。进城我说了几次了，彭总想约我一起坐坐。啊，是啊，我们是老相识了，有话直说，说吧。今天是您约的我，我只是带着耳朵来的。听说你们投资会不要开了吗？啊，杰逊投了点钱，我总得过问一下吧。金总，你也知道，洛菲斯做事是有程序的。我虽然是 MD， 有一定的作用，
但也不能一手遮天呐。有件事儿咱也别回避了。捷讯和魔镜的版权问题，我也仔细考虑了。本来这个项目呢，啊，创意性的，啊，撞车是难免的。只要洛菲斯投资了捷讯，这就是一种肯定。魔镜的问题我会处理好，我保证不会给你带来半点麻烦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金总，金城做的所有事情都跟您汇报了。有一句老话啊，上半夜想想自己，下半夜想想别人。我知道你的意思。这孩子说话冒失，办事没有分寸，我要换成你早就没耐心了。他直接向我行贿。他都说什么了？上来就说要给我股份，还要在海外给我存一大笔钱。这孩子不懂事儿，我替这孩子向你道歉了，我回去好好教训他。捷讯的事儿还仰仗彭总多多关照。好，好。那金总，我先告辞了。好。您多保重啊，多保重。彭总，请留步。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，公司想聘你做战略顾问。我们公司要到内地发展，捷讯只是开始。今后有什么事情多指教。刚才金总没跟我说这事儿啊。这是董事会直接布置给我的任务，聘书我很快给你送到公司。另外这件事情我们也通知了洛菲斯总部，我们和总部有很好的合作。这个战略顾问也是个荣誉的职位嘛。既然通知总部了，这个职位愧对吧，这是我时间太紧了，只能是顾问而不问了。董事会为战略顾问准备了一点点养老的股份和微薄的年薪，我已经给你存到了离岸账户。这是离岸公司的人，他会按照您的意思把钱打到你指定的账户上。为了防资金监控，这个电话希望你只打一次。这个也通知总部了吗？这是战略顾问的合法待遇，您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谢谢。你做的小米粥太好吃了。哎，这雷军吗？米技术那个。嗯。他跟咱太像，他创业那时候啊，也是一堆哥们熬夜，也没钱买好吃的，全靠他爸，天天给他们熬小米粥，蒸大包子。后来公司上市了，人家品牌就叫米技术，就是为了纪念这小米粥。更绝的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他把他爸给他熬粥那锅直接放公司一进门那儿供起来了。惨无人道啊，你们就守着一个病人，你们吃的那么开心。累，有你吃累。做个魔晶还得吃多少苦啊，
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西天取经还9981难，最后还不是成功了？俗话说，好事多磨嘛。喂，哪位？我，金城。金城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郭新年，我看我们需要见一面了。我现在忙得很，没时间见你。有什么事儿现在说。我这是在给你一个机会，你不需要是吗？我不管你怎么想，这一次我还可以好好的谈一次。我向你保证，只有这一次，不会有下一次。你是想做我的敌人吗？你可以选择过来。说你在哪儿？看着手机，我会把地址发给你的。你等着，我马上到。老大，你有毛病吧？咱们是斗不过他的。你是小孩吗？两句话一激你，你就出去？对对对，老大，你可千万别犯傻啊！那个人他就是个疯子，你想想，他就砸烂咱们电脑，抢走咱们硬盘，他还敢拿车撞咱们，这种人他什么事干不出来啊！你别去自投罗网啊！哎，老大，真去啊？喂，老大又犯病。你好，大兰。不管你在干什么，马上下楼。我要见你。我知道了。开车。怎么觉得气氛不对呀？看着跟电影里黑社会接头、毒品交易似的。你还是别下车了，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。你要真逞英雄，咱投资人把他灭了不完了吗？放心。郭总好。二位请留步。金总说想和郭总敞开心扉的聊聊，怕您再说话不方便。我们一起来的，有什么话一起聊。打群架呀，人多势众。再说了，打架人多了也不一定能赢啊。你什么意思？高迪，李逵见李鬼害怕，这世界不就乱套了吗？彭总，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刚才金振鹏找过我了，他想让墨镜出局。那您的意思是，金振邦和洛菲斯总部的关系很好，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，得罪了他对我没有好处。
所以你也想让魔镜出局？不，我今天给你交个底，三个项目，我最看好的就是魔镜。杰勋是赝品，胡优是个大杂烩，只有魔镜。虽然势单力孤，但最有希望。我已经闻见前味了。谢谢彭总，慧眼识才。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投资是需要表决通过的，一人一票。评估小组只认数据，没有具体的成绩，很难打动他们。这方面，魔晶处于下风，请彭总指条明路。记住这两个人的电话，他们是苹果商店最权威的软件评估专家，请他们为魔晶写评测报告，用他们的影响力把魔晶推到首页上去。来了，你还挺有种啊。我有什么不敢来的呀？今天叫你来，是想把我们的事做个了断。怎么了断？你知道我跟纳兰什么关系？如果没有你的出现，我们已经结婚了。所以我希望你明白，我已经对你很宽容了。必须要保住魔晶，移动互联网不能让抄袭者当道，更不能让剽窃者横行。投资公司也要讲正义，有良心。一会儿你下车了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，我们没有见过面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你放着比神仙还舒服的日子不过，干嘛还要剽窃我的魔晶呢？
做出于什么劫训？你放了神仙不当，跟我这种穷光蛋争什么事儿啊？因为我做了，他就是我的。我呀，我不得天天很痛苦，很后悔。看来你真是一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啊！这些钱我能给你，我也能给其他人，但结果会完全不同哦。所以我这种人上不了岸，苦海无边，我等着。郭新年，我给你机会了啊！说什么了？他要给我一千万，我嫌少，我要一个亿，他又舍不得。纳兰，我爸今天请吃饭，我求你了。你态度好点儿，算我欠你个人情。上次咱俩吵完以后，我反思了，我想明白了，我也找那姓郭的认真的谈了。我跟他说啊，我可以给他很多钱收过他的魔晶，可你猜他怎么说？他说我侮辱他，我侮辱他我还给他钱啊？我也真服了你了。天底下有那么多傻子，这最傻的也怎么着你给碰上了？要是郭新年是最傻的，那我就是第二傻。金山，你现在穷的只剩下钱了，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。我现在还在纳闷呢，在英国的时候怎么就看上你了？你跟这姓郭的越说越近了哈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魔晶有一天完了，最大的凶手就是你，是你逼我这么干的。我后面怎么做完全取决于你的态度。纳兰，如果你回心转意，咱俩和好如初，我的承诺永远有效。不过你得快一点。回心转意，和好如初。行，你把劫讯的业务停了，马上停了，我就跟你和好如初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纳兰，纳兰，伯父好。来，上酒上菜，坐吧。服务员，上菜。伯父啊，吃饭之前我有件事想先跟您聊一聊。说。金晨说，如果我愿意回心转意和他和好，他就把劫讯给停了。纳兰，你干嘛呀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有什么话就说明白。今天当着伯父的面，你给我个痛快话，能不能听？
锦城，爸，您能同意吧？怎么同意？你告诉我怎么同意。运营商那怎么交代？和你订了合同的手机制造商那怎么交代？你都调动了那么庞大的资源，已经把事情做到这一步了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场。做生意不是小孩过家家。纳兰，集训这事儿可以从长计议，做吧。伯父，不好意思，我晚上还有个别的事儿，就不陪您吃晚饭了。祝您身体健康。纳兰，坐下。您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你要尽快完成初步架构，我有两个权威的软件评测师可以为你写评测报告。有这两个人，苹果商店会保证你上首页。这人是谁啊？真是雪中送炭。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。如果真的有权威评测师给魔镜打高分，苹果会推荐我们上首页。哎，这人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不重要，但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。郭新年，你这个轻信的毛病，你害得我们吃了多少亏，你还不改？你把人家当朋友，人家把你当朋友了吗？你掏心掏肺把我们底儿全泄出去了，才害得我们现在这么被动。怎么又说到我头上来了？是我弄得大家被动的吗？我倒霉，我自己承担责任不完了吗？行，大半夜你们俩别那么大火气。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复杂，咱就按这人说的办。如果没成，我觉得没什么损失。这万一要是金城刨的坑呢？你们想过没有？我们就这么高高兴兴往下跳，这也太傻了吧！哎哎哎！你又干什么呀？我打电话，这是我的私事儿，你无权过问。喂。我想到是你了，但是你为什么把邮箱给换了？为了保密，这个邮箱过了今晚我就会删除，我不得不这么做，在苹果商店上架之前。你们赶快把魔晶的软件样本发给评测师，让他们写最权威的推荐，这样才有机会能上苹果商店的首页。那我考虑一下，稍后我给你答复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因为我们之前出过两次事儿，所以现在我的工作伙伴都不是很信任我。我需要点时间，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服他们把软件样本交出去。团队内部的问题你要自己解决，但这件事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没有评测师的推荐，你们很快就会被淹没在苹果商店成千上万的软件之中。这是唯一的机会，郭新年，你必须争取。好，谢谢。老大，又发来启方邮件，他们向我们提供了两个评测师的简历和一个安卓商店的软件负责人。我们要同一天送苹果系统和安卓系统吗？这两个版本都没问题吧？啊，没问题。这我设计的时候就设计的双版本，但我现在就担心服务器不够大。服务器爆掉才好呢。
对方说1000万以内的下载量不用再租了。大家都停一下，我们开个会。郭新年，我再问你一遍，那个人到底是谁？我跟你说过了，这是我的私事，我不会回答你。还给我打埋伏，这个人到底该不该信？你给我们一个痛快话。必须相信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。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。